后一母一子，一母两子，一母三子，你胖会过吗？你干那立立小你都袂赴啊，莫讲你胖会过。朋友啊，这款的严重性偌严重？这款的问题，后一母一子，一母两子，一母三子，这款有分有低压片甲无低压片的问题。今日若无低压片的，加加是三万五万的借。但是咧，会行到这条路的正常人来讲是八个尾啊，无得借啊，银行唔借你，亲戚朋友兄弟啊，啥物拢唔借你啊，要安怎？就行到这项地下的。啊，地下的因为利息咧加，真恐怖。借一百万，厝号刀和设定，车毛设定，这一百万利息加，利息已经还两三百，啊两三百给伊啊，啊要安怎？赶快立，唔立咧，唔立就袂使。要啊叫我彩桥，彩桥我出面甲讲的时候，我含在对方的放假假的这些人，当面坐来咧讲，讲这条小要怎处理？该赚的我一定给恁赚的，因为社会无咧动人的财路，但是另外过者，哦已经利息嘛近两百外去啊，七桥八桥就超讲，啊就不挂本金啦，本金就五十万处理。但是你也看五十万挂两百几万的利息，来来去就三百，等于你赚的钱拢给伊啦。啊，我是只建议讲哦，这些好朋友嘛好啊，这社会新兴人类嘛好，赚啊死的。我是希望讲啊，大家哦冷静者想者，不得已哦尽量是卖啦，因为这利息咧加到恐怖，逐工纳的，有诶是分哦一百趴、两百趴，这分足侪层面，但是这拢唔好。讲一句我白话啊，你今日有法度去借这个钱来用，其实是度你暂时的过程尔，你暂时讲啊就透会开尔，后壁边啊，你有想这个问题？只要去行到照角啊、照地下的，我来讲，迄拢是人拢行到已经无步啊。啊，今日我要甲恁讲的重点是倒位？迄你会互你母家你无在做工作，生理嘛无在做，厝的咁要乱，大家个烦恼，烦恼人来讨钱讨食，米来米去，电话也唔敢接。啊，但是恁即马甲冷静个想看卖啊，天是无绝人之路啦，东山再起暗的是足多的。咱唔免讲渡过这难关来人照角啊，无唔对，方便紧，东江放款，但是你有想到？效果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工课好我做，什么人食什么饭是固定的，啊，真侪人拢行到这条路，不然都无在收山啊，要退啊，唔是，要进啊，唔是啊，赚的拢给人，你胖会过吗？你干那立利息你都袂付啊，莫讲你胖会过，塑胶袋往头里面一套，瓦斯就灌进去，刑事组又进去，你到底讲不讲？还有很多案件是我没看过的，也要把硬推在我身上，你东西转来来落来抓啦，抓到我的时阵，直接带去甲因的办公室，手铐铐掉的。在他們的房間用一個鐵鏈有這麼趴過海的頂管去鐵鏈救了頂的就是人半騰空的狀態下只有腳尖踏在地板就撐在那邊你要放手痛手落鐵鏈驚掉的動不掉就把你放下就好放一個五分十分啊再來咧人就入來了肩就弄就斬了等下你體力耗盡用那個當作兵的 S 腰帶啊不就用那個頸棍腳底就小小鬼才尖的管水怎麼管因为咱手铐铐的嘛，两个人来抓，一个起起病，一个起起病，然后头往后面，毛巾盖上去，水就灌。灌的当下，我们会认为说不要呼吸，禁开就好啊，忍着就过啊。体能状况都歹的情形下，卖甲我转去我的动物园，三十秒就已经超紧绷啊，吸无空气就挣扎，就艰苦尔，就袂死。看你根本袂用啊，伊马上甲你起掉，把你喘下，问看你要讲，唔讲还继续，换罐喝作用。水内底加胡椒粉，你若捌食物件去呛到胡椒粉，就知影那种痛苦。重点还是它是很多量，其实感觉就咁死咁贵方迄个感觉。哎，刑事组又进去，到底讲不讲？还有很多案件是我没看过的，也要把硬推在我身上。好，我插你懂嘛？你忍嘛？佮第三行关牙齿，塑胶袋往头里面一套，瓦斯就灌进去，那个塑胶袋膨胀起。后面那个人就把塑胶袋往后一拉，拉紧，缩个安尼就对了。一开始我嘛唔知影，我讲阿好憋气嘛，卖输好啊。你也想者哦，迄家属伫这个塑胶袋内底是袂散去的。我就讲撑一下，撑个一分钟，只要我稍微小小力的吸一下空气，呛到那一刹那，我靠，我昏去啊啦！开始挣扎，艰苦挡袂掉，迄真正比死更加艰苦。啊，过来，人佫唔讲的哈，但是佫愈来愈严重愈多条。你当时我安怎行？阴天哦，一定会甲你隔个东西啦。有啥物啊？隔物件，你若用空手煎，用物件煎，一定留下伤痕。伊要甲你隔些物件，毛巾啊，或是就很厚的东西，当场打到吐血，内脏破损。吐血以后会让你休息。北平有礼拜啊，拿个宵夜给你说啊，就讲一讲啊。来，我无插，无插袂了嘞。无五秒钟，马上规组人个礼拜，搁讲，啊，搁来唔了嘞，娘，手铐铐着，这里铐着，两副手铐，然后靠在墙壁。然后呢，泼水，地上泼水，放电。啊，你看哦，
我一手靠到墙壁，这里靠到墙壁，我要跑哪里去？跳也不行，蹲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就一直电你，你就很像一只猴子在那边跳跳跳，电到你受不了为止。那种电不是脚底麻，不是，是全身都在痛，不讲就是电。等到你说好，我讲，它会停止，就很简单。一整套流程下来是五花八门，抓回去以后就是很多案件要我承认，其实是很多东西是我没看过的。现在后来我说不要再行了，我说去到办公室那里写资料，我还钱没了，笔马上丢掉带进去，一样的流程再来一套给你。现在就还有人权，以前就没什么人权。你会怀疑说我要不要去诉求什么东西啊？假如行得通的话，大家都也去说了。